feeling so, I've been feeling so down, yeah. Can you tell me why? Can you tell me why? 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过年的前两天，我过年的时候要去弟弟他们家住，超级兴奋的，因为终于可以离开重庆这个鬼天气，还是很想穿短袖短裤加夹板出门。我还特意找到我高中时期的短裤。帮我照顾宠物蛇吧。我没办法，可以啊。可以拿下来的。学弟人真的太好了，还愿意帮我喂蛇，然后还要被我逼去工作。现在要去跟宿管阿姨拿钥匙，我的东西放在朋友的寝室了，可是他人已经走了，然后我也没有他们钥匙，门也锁了，我又要走那种一世纪的距离才能去拿到钥匙了。我刚走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就只是为了借一个钥匙这样上上下下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划不来，所以我就想说出去吃个什么小面，或者是吃个水饺，让我这整趟借钥匙的行程稍微有一点意义。Hello， 大家回来。刚我室友真的是很搞笑，他发了我一个位置叫我去拿快递，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位置是错的，他发了正确的之后发现现在也领不了，反正就真的是挺惨的。然后我要开始继续整理行李了，现在就要准备出发往机场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搭地铁从大学城搭到江北 T3 机场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拜拜宝贝。在出发的时间刚好是七点整，我就看我到底几点会从寝室到酒店。拜拜。现在就要转最后一趟车了，我刚刚因为一直认真的在看地图怎么走，然后我就走错方向，走到下来的手扶梯。重点是我还踏上去，然后差点跌死。然后上面的那个人是一脸惊恐，然后又很想笑，可是又怕我很尴尬那一种。我正搭两个小时的地铁，然后我还没有吃晚餐。我等一下马上到酒店 check in 之后，我就要叫外卖去吃。刚刚真的就是发生一个超可怕的事情，我不是有录一段我在后面要走进来的画面吗？在外面揽客的那些大神啊，他们全部在后面是狂叫，然后叫我要去住他们的酒店，超级可怕。而且你知道我是把耳机戴着降噪，一转过去的时候就是看到一堆人这样狂奔的朝向，我以为在演什么 Walking Dead 之类的，我看到的时候整个就是抖了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五点，就准备出发了。我就只是短暂的休息四个小时之后，就准备去搭飞机了。这种凌晨完全没有人的机场，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见。然后弟弟他们家都已经过安检进去了，因为他们就比较早到，现在就慢慢的走过去，去跟他们会合。但是希望能够喝上一杯热热的咖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太开心了，我吃完早餐我就活过来了，然后我也买到了咖啡，然后弟弟说他口渴，然后买了水。我真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吃早餐，研究表明就是不吃早餐真的会变笨。耶，出发去海南。哎呀，我好丑啊！算了，不要看。你非要把那个堆到我脸上吗？
dead behind the moon. Tell me you'll be on real soon. I don't wanna wait no more. 到海南了，不过现在有点下雨，天气有点冷，过几天之后就大太阳，我真的很期待穿短袖短裤。我们到你家了，过几天出太阳应该也可以看到日落。让我们刚刚，还在录，然后他输了，他就要请我们喝椰子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现在要跟学弟他们家打成都麻将，虽然我会打成都麻将，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上桌去打成麻，然后我要赶快戴隐形眼镜，不然大家都知道我的视力很差，赶快戴好隐形眼镜去 fight fight fight。找三个字么？找个。新年快乐！拿完红包之后，我们就要继续打麻将了。有钱可以输，有钱可以输。我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银牌的小窍门，就是在打麻将前要把身上的晦气全部都排干净。个人觉得这比穿什么红内裤啊、红内衣啊还要有用多了。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面泡脚。台南的太阳真的是太棒了，就是完完全全是重庆体验不到的太阳。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很像在过着海南的养老生活，我觉得我跟你爷爷奶奶已经很像，吵吵架拌拌嘴，我们两个的养老生活。那蹄子好好看，你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？我操！你绿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临高角，我们完全不懂为什么现在过年期间这里会这么多人，刚人真是多到一点约会的气氛都没有，而且我们现在遇到了退潮，我们完全距离海岸线特别特别的远。现在这里有超多那种什么小鱼啊、小虾，还有很多贝壳，还挺好看的。现在已经凌晨，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，我们非常的累，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去睡觉。来做个结尾。哎呀，我抽筋了。
快点，不能说脏话是不是？嗯，快点。哎呦，因为想到结尾他妈我那么丑啊！你要不要赶快结尾？你结啊！我好丑啊！我不想看到我自己。好吧，我们明天又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一天了。赶快去洗澡好吗？嗯嗯，晚安。晚安。那那种，我就是拉的。哦，今天要去海口，我们要去 shopping 跟逛街，然后跟他妈妈他们去，然后弟弟已经下去租车了。我们昨天原本是要搭高铁的，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凌晨才订，然后就没有票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租车让弟弟开车载我们一起去海口玩。主要是我要去买东西，我真的是超级期待的。我来海口就是想要去逛免税店。我们刚刚败家完了，现在要来喝咖啡。史同学在大杀四方，跟大家说，我觉得他找到了他的归宿，他就在每一间店，他都想要就是。大买特买，真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甜甜的东西太棒了。我们今天一致认同，东西买的非常非常的便宜。嗯嗯哼，还帮人家代购。我们现在在骑楼老街，然后人山人海。我们现在想要在这里吃那些很多很好吃很好吃的当地小吃，就是慢慢走，慢慢逛。反正今天一整天过得很悠闲，这才是真正的在玩海南岛。它是糯米饭那个椰子那个椰子。现在是下午了，我们要去庙里面拜拜、啊、我看看能不能求到什么好运啊好钱，然后顺便去逛逛。我们现在来购物公园逛街了，啊，其实也不知道买什么啦，我们只是想要买杯奶茶来喝而已，然后顺便骑车就随便走，骑车骑过来而已。我们去吃那种街边小吃吧。我们先要回去吃晚餐了，好吧，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海南了，我们就要回去重庆，因为我要考试了，然后我都没有学习，我真的很丑啊。不会啦，我比较丑啦，看我现在超丑的。然后我们终于把东西整理完了。你在干嘛？明天早上一早的班机我们就要走了。然后我们明天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去梅兰机场大买特买，我们还有要帮很多很多朋友代购，加上我自己其实东西还没有买齐，所以就是明天还要早一点出门，我们中午的班机就飞回重庆了，就回他家。晚安。